来，欢迎阳光阿嬷。对不起，一路赶过来哈、哦。而且我刚刚看到了，那个官场工人的也来了哈、哦。所以我在想，临时我想让大家分享一下德国为什么他们都不会有这些问题，因为在德国他们是一次大战、二次大战，因为经济崩盘，所以失业工人很多，所以不得不变打仗了。所以到1973年，第一次的石油危机，他们已经吓到了，不能再有经济崩盘，所以全力投入到研发新的能源。可是因为那个时候他不知道，因为大家都不晓得，在希特勒他最后的那个研发出来的武器就是核子弹，就是被美国拿去打在日本的那两颗，是希特勒已经弄出来了。当初他们的目标是要打伦敦，可是因为丘吉尔，我先简单，因为只有20分，丘吉尔他不行，他打仗不行，可是他最厉害的是情报工作，他把所有的他们所有的精英全部进入到伦敦附近有一个情报工作站，去解读，把打破所有德军的那个军事行动，他们才知道他的潜水艇的各方面，也才知道他们有这个核弹，吓到了，他们要目的要打伦敦中站，所以他赶快把这个讯息给艾森豪，所以他们一上来诺曼底登陆以后，美军有一组顺就跑去那个地方，他是一个在地下的一个穴里面，他把它拿走了，拿到了美国去，可是战后他们就用到，因为二次大战还有一个地方没打完，就是太平洋，日本怎么死也不愿意投降，所以他没不得已只好打到关岛跟长崎，其实那两颗打完了以后，大家才知道辐射有这么可怕，吓到了，以前不知道是这么可怕，所以他没有转做去做核电，美国基一工厂，美国是一个资本主义，所以他们转斗去做那个电厂。所以为了70、76、73年代那个时候的石油危机，所以德国他们想是不是利用这个也来做核电厂，所以开始全部一直在盖核电厂，沿路到我们的核一、核二、核三、核四，因为大家不知道这是不对，人永远是在非常惨痛的代价之后才知道错了，可是德国已经经过了两次的惨痛经验，他知道不对了，所以他们也开始积极的，就在切尔诺比发生了以后，他们发现不行了，连牛奶孩子都不能喝了。上次我提到的，德国政府怎么做？孩子不能喝牛奶怎么办？不喝不行，他们就用他们纳税人的钱，政府去没有污染的土地，因为整个欧洲的牛奶都污染了，切尔诺比的那个核能的污染大家都不知道有多严重，所以用这样，然后去没有污染的国家去买牛奶给孩子喝。他说：“一个政府要负的责任，我们有政府吗？这是一个政府应该负的责任，才叫做政府。是他们这么做，所以他们的孩子保下来了，也长大了。所以也因为这样，他们全力，整个欧洲全力就投入到新能源的发展。这是他们发现的有一个700年前就已经有的风车，所以全力花进入到做风力发电。所以120年了，风力发电。可是刚开始还不知道怎么做。”然后到了切尔诺比发生了以后，丹麦先进去，丹麦是最厉害，先用风车一直做，所以他们所有的农村开始用风力发电，所以丹麦是一个风力，我有写详细的一些资讯给这次的稿，所以你们可以看 Facebook， 我就不再重复了哈，我只是强调一个负责任的政府，他拿了纳税人的钱托付给你的责任就是要让我们每一个人安居乐业，安心安定，我不求富贵荣华，我们不求简单生活，可是我要安全，我要健康，孩子我们可以照顾得很好，可是我们不是，所以在德国是不可能把你的，所以他们现在最大的贵族是谁？农民，因为农地本身，他们现在让农地本身的农产品它可以生产以外，在10米的地方就是太阳光电，在85米地方就是风力发电，所以一个每个农场他们都有三个，
收入，所以农夫最有钱。可是我们今天没有，农民的土地，他一家一家几代，他要就把它拿走，然后做什么？是给财团去盖房子，水泥屋，那个就是造成我们今天地球暖化的原因。水泥是耗能最多，吐 CO2 最多，而且给谁住？给小三住，给小四住，不是给我们这些提供你土地给你，你骗我们嘛？我昨天看了，我就看不下去嘛。美和市，你可以做这种事情吗？在等我找着这些人早就下地狱了，这生源啊。我举个例，当年那个就是今天我感动的是都是年轻人。当年海德堡曾经因为美军很喜欢，在二次大战的时候，那个时候他们要求美军有两个地方不要炸，因为艾森豪喜欢海德堡，那个英国女王喜欢 Wiesbaden， 所以这两个地方没炸，所以海德堡变成战后美军最爱去的地方，美国人最爱去的观光。可是观光去了以后，大学生发现说，我们的交通所有的道路全部都被观光旅游巴士占满了，我们在干什么？了不起的德国的大学生，那个还没有那个 mail， 他们一个传一个，一个带一个，全部每个人骑个脚踏车，把所有清晨的时候，整个所有的马路全部占满了，脚踏车跟人占满了，而且不止海德堡大学的学生，邻近的大学的学生也都来了，所以整个海德堡的道路全部被他们占满了，因为这进不来了，然后他们去跟市长说，把道路还给我们，这是我们的，我们纳税的钱，为什么让游览车在这个地方占用我们的，而且污染这么严重？就是海德堡的德国的大学生，我希望从这个可以让大家做一个回应。台湾也有很多德国的学生，他们很乐意参加，所以假如你们愿意的话，他们也愿意来加入我们一起讨回公道，这是一个公道。所以怎么可以把人家的土地硬骗的、硬抢的、各式各样，那个是没有道理的。可是我们今天骂有用吗？不行，要行动。我今天看到柯导他说要去巴黎，请大家我也要开始行动了，去声援，把吴育生先弄下来。你只有让这些胡搞的、不知廉耻的、不知自己的责任的、拿了我们这么多的既得利益的人，他还可以站在上面，只要你不理他有用吗？最好是不理他，把他弄下来。所以请大家支持把吴育生先把他弄倒，倒了以后我相信有用，大家一定都跟着，因为他是一个指标性的，指标性才有用。我就不相信这个国民党的这些人，你还敢吗？100年的老店了，刚才那打烊不是我讲的，是丘吉尔讲的，你还要让他在这里吗？21世纪了，19世纪末了，这些人还在这边混，这样对吗？不要期待我们这个70几岁的老人难啊，还是期待你们年轻人。所以从这里我是希望，我今天把那个风向是最好的，所以今天风很大，就 上个礼拜还有那个下雨，对不对？所以就不行，就本来我要用手而已哈，本来我要用脚，手就是你的能源。可是手我们就弄了一下 Christmas tree， 今天我看他已经躲得不敢来了，他把今天又被人家当作 Christmas tree 哈。那本来还有一个要采的，可是因为今天早上还是看起来天气不好，所以我先暂停。下礼拜完全是好的时候，我们开始用脚，就是脚就是你的能源。我们就有整个的树墙就会出来，那时候我也希望合影天使、就是合影天使。那现在我相信大家手上风为什么可以变成电，可是你要电在这么暗的地方看不到，就一样变成光，所以手上有那个风车的请过来，在这里弄一个圈圈上来啊，哦，上来啊，我看到你了，他有勇气他又来了，对，请在这边，可是就要暗一点的地方。好 ，OK。傻眼。全部聚在一起，聚沙成塔。吹，看吧，用他嘴巴的吹气，是不是就已经亮了？灯就亮了，你知道吗？那个你们大家没有注意到，伦敦奥运今年的伦敦奥运，你看到它有很大很大的那个红色的 tower， 远远的，其实就是跟扎丁任定的，他定的红色，所以整个远远看到一个 tower。那现在这个就是，看了吗？
哎，你们可以到那个暗处集在一起，这样看起来那个气势更大。我要怎么聚？去哪？对对对，暗的地方才看得到那边。看完仙女棒了。这仙女棒还是不好的，会空气污染啊。我在一起啊，这个完全没有啊，只是小心不要口水碰到别人就好。我刚刚被碰到了。OK。所以这样，你看到了吗？漂亮吧？所以我不希望我们还在放烟火。那个钱我们可以让我们的孩子有好的学校，有好的厕所，有好的一个午餐，不应该再放烟火。张赞成，我从以前就是恨放烟火。那这个钱我们可以来用这个不就好了吗？大家都有一个灯啊，这就是扎丁的，因为他现在还在中国，来不及赶回来，所以本来我要用很多支啊。啊，另外下个礼拜我们还有不同的，希望没有下雨。所以请大家吹吹看，试试看，就这么小小的一支。那这个是今年伦敦他们奥运会，远远的看到一个很大很大很高的那个红色的塔，原来全部他用订了几十万支这个在那边吹的，所以亮的，你看看厉害吧？所以自然的风就可以造成这么好的灯了。你为什么我们还要花那么多的钱去搞核能？我想不通，哎，真的想不通。除非他的心已经坏到不行了，会害死大家了。看到了吗？好玩，对不对？好。而且看看你看到有没有脚踏车在跑？脚踏车来，妹妹，你的脚踏车骑一骑给大家看。好，现在是他的脚，现在用脚。这个怎么了？骑了才有电。他为什么会这样？因为我们现在很多都是用利用太阳能，可是我没有太阳的时候你还要储电，可是像你的脚就可以。所以在德国他们像波昂他们的那个邮局，他们就开始他那个旋转门，进口旋转门就是用那个电。所以你知道大家走来走去走来走去就是花电，所以他们的照明就是靠那个来。所以大家知道了以后，每个人就没事就去绕一圈绕一圈，就帮助发电。你的脚，你的手，你吹出来的气就可以是你的能源了，现在看到了吗？所以从这里哈，我还有时间吗？脚踏车看到了吗？可以绕圈圈，请大家看。所以我们这里有一个卖咖啡的先生，我们希望他的哎，上次我就看到有一个老先生哦，比我小一岁的，他骑个脚踏车绕了一圈在跑，所以我就问他说：“你这个怎么了？”他是一个电池。储存要去插电池，然后我说你要卖，他说这个多少钱？他说他自己设计要3万块，一听3万块谁买得起啊？结果我一讲了，扎丁的，他说老师不必啦，我弄个很便宜的，就是2个零就好了啦，100块的东西他就弄出来了，就在那边跑。那大家都能够有，所以本来我们以后是整个大家都有一个，然后弄一个 tree 哈、哦，本来是像这样说，可是因为。我看到了3个字，时间到。OK， 我就奇怪，怎么有人一直晃啊晃的？我还以为是阿彪呢，这个不是，是时间到。所以我希望先走。哎，我已经写了很多在那个 Facebook 就会出来哈、哦，我就不讲那么多细节。可是让大家知道，一个政府的责任，你一定要，你拿了我们的钱，就是委托你要让孩子们，我们只要安居乐业、安全，而且能够不要再吃错的。所以下礼拜我就告诉你们基因的问题，因为从这里引进到基因了，基因是很可怕的，基因的食品，所以不是只有能源，我们饮食也问题。我知道了，时间到了，鞠躬下台，再请看 Facebook， 记得先把卫生弄下来，拆掉哦，好，接下来，接下来你们想拆谁？我要拆那个，教育部，我把拆敲掉，还有呢？行车拆合适，啊，市民啊也要啊，把这些拆掉以后，合适自然就关掉，没有后面撑台撑腰的话，那当然就是对，然后就把最后就把那个姓马的拆下来了。耶耶，谢谢阿妈，谢谢，太帅了，谢谢阿妈，每次都是很热情的，对不起哦。哎，我忘记一件事情，怎么了？刚刚我跟小野哈在谈，我们现在想要因为沙巴这个案子。让我领悟到，其实台湾有好几个很棒很棒的小岛，小琉球，还有龟山岛，还有马祖，还有呢，兰屿，还有呢，绿岛，对呀，绿岛是全世界最好的海底的生态，都在那里，是 perfect 世界级的。
其实都可以列入到那个世界文化遗产，不是日本的那个核实，我们更重要。可是我们不能破坏，所以东部绝对不能再盖房子，绝对不能再用水，绝对不能用。所以我们要保护东部海岸，也不能再盖任何一个 hotel， 知道吗？没错。所以啊，我们说好，我告诉你们，我们小六就怎么做，我已经在进行了。好，我们期待。不要再有沙发哈，不要再被人家杀死了，真的，气死我了。而且王金平好好笑。你明明女儿嫁的又不是马来西亚人，嫁的是台湾人，跑到马来西亚去干嘛？自己赚啊！所以我们到小琉球，我要把它弄得很棒，好让德国人也来，欧洲人都喜欢。没错，谢谢，谢谢，谢谢阿妈，谢谢。